美食侦查线节目将从7月12号晚间开始播出，连续三天。如果想要吃到台东有哪些好吃的，千万别错过。大汉堡跟脸一样大，现在呢，新平要来吃这个超级高的汉堡。吃汉堡有三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呢，拿到了之后先看看它丰富的和面，接着呢要把它压扁，压扁了之后呢，嘴巴要张得非常的开，然后一口咬下去。美食侦查线将继续为您搜集有关台东好吃的美食情报，如果您也有相关资讯，可以洽询制作单位，让更多人一起来品尝台东的道地美食。东台宣布的综合报道。